连续的阴雨，这几天啊，鸽子拉的粪便都不好了。给朋友们看一下，刚打扫完鸽舍，这个是刚拉的，看那个，这边还打雨进来，那边还好。吃饭吧。喂的也不少，有时多有时少吧，没有个量。白鸽正常吃食了，把这个拿下来让他们吃。宝剑沙，白鸽的胆子还是有点小啊。我离开了就会吃的，你们出去不打扰他们吃食。下来了下来。哎呀，都喂完食了，这几个给忘了，你这扯的。吃吧吃吧，这几个都是公，多俩公。有朋友缺公的可以来找我，想要公的，这都种鸽啊，有的都是带成绩的。红色大鼻子最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有点挑食，给他弄几个花生仁给他吃，多给你两个吧，吃吧。摸到他的时候很瘦，你也多吃一点，都是有十来岁的鸽子，不要给太多，五六个就行。每天加一点高营养的。还有你，瓦灰大鼻子，吃吧，给你一个。鸽舍里面的都吃完了，把这个食槽拿走。每天都是这样，吃完之后鸽舍里面就没有吃的东西了。之前没有悬挂在这里的时候，都是把食槽拿出去。早几天不是说这个白鸽吗，如果再不吃食的话就第八天了，其实饿了七天。有的朋友说那不可能的，想也不敢想，说不可能的。你走的时候它就在鸽舍里面找东西吃了，你看我鸽舍里面有啥吃的，地板砖它都咬不动。开个玩笑啊，只要我走鸽舍里面都没有吃的，宝剑沙甚至都不放在这里。这两天都没有喂宝剑沙的，因为这两天阴天嘛，今天才拿出来。老三节士跑哪去了，给老三节士拿两个花生吃吃。在这里，来，来吃食。还是饿的，这几天没有训他们，他们也胆小。训也要趁早，别。老三节士如果不是我给他天天喂着的话啊。他抢食的抢不到，抢不过别人的，吃吧。加点餐是对的，老鸽子给他们吃点。好了，就吃那么多，别的你们就抢吧。抢吧，也不要给他们吃的太多，下来吧。我把这个鸽舍里面的这边的巢箱全部关上，不关上不行的。他们老是双母配对，有的鸽友说你把这个巢箱关上，真的是要关上的，不关上不行了。本来就是想让种鸽休息的，他们老是在这边产蛋，滚！老是在这边产蛋，我就很心烦了。
关上我还省了很多事。这几天又看着有鸽子双母配对的在这底下一排又开始落家了，安家落户，烦，养得太旺了，要配对了呢，马上过了春节吧，我怕等一下过年的时候这边有放炮的，太响的话也会影响他们，如果正在配对没有产蛋受到惊吓，是吧？就这样。哎呀，我这个朝向用的时间长了，从养鸽子以来就是这个，有点不好用一样的赛飞箱。有的朋友就喜欢问尺寸啊，你一搜赛飞箱就出来了，有大的小的，根据自己喜欢合适的尺寸。好了朋友们，这样给它关上了，看看还以后怎么样配对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